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我哋今日 RIP， 我身邊嘅就係林永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冰圖林永圖。Hello， 你好啊！大家見到啦，我依家台上面啦有盒呢啲牛奶啊，唔係廣告嚟嘅。咁呢個咧就係阿永圖佢送俾我手信嚟嘅。係因為我知道咧，你之前就係骨折啊嘛，咁然之後咁耐都唔好喎，咁我好擔心你缺鈣啊，我就買咗呢盒奶俾你。未 OK 嘅時候，佢講佢聽翻嚟。我聽翻嚟嗰個傳聞就係阿聰前嗰排整親腳喎，哇點解啊？然之後佢就話我見到好似話因為佢瞓醒咧，然之後踢到個衣櫃，所以腳斷咗。我就嚇咁缺鈣啊，踢一踢個衣櫃就斷咗啊對腳。一個人究竟是要幾弱智才可以瞓醒踢到個衣櫃？可能很不清醒咁樣，因為我都是一個瞓醒很不清醒的人嚟。即係啲人係咁傳又傳，咩整親只腳趾咁樣，係成個腳背嗰度啊，大佬！佢講到成件事好流喎，你明唔明啲人？明明好有型、好光烈彩排喎，為藝術犧牲喎。佢啲人就話啊，家中整只腳趾，整親只腳趾坐輪椅，成件事好似好流咁樣嘛。跟住原來已經傳，啲人已經講到我係瞓醒踢到衣櫃。好啦，咁啊，開始我哋今日啦。咁我前排都喺 IG 嗰度啦，就收集咗一啲朋友嘅問題啦。咁我就會代佢哋問翻你嘅，係啦，你 OK 噶嘛？我 OK 啊。咩都問得噶嘛？我咩都問得噶，個人冇乜底線噶。你同一樣，同一樣，微辣啲人都冇底線。佢晏啲都要同阿 Fog 哥拍 Fog 哥廚房啊，喺度到時一睇睇。咁第一個問題都係基本上每一個女嘉賓上到嚟咧，就一定係問呢個噶啦，基本上就係有冇男朋友啊？梗係有啦，梗係有係嘛？點解要梗係有係咩意思？個梗係係咩原因咧？見我平時咁開心就知道我平時都活得好開心。哦，因為有愛情嘅滋潤咁樣。係啊，好多滋潤啊，朋友有好多啊，仲有個好好嘅男朋友。哦 ，OK， 我相信有啲人可能睇到呢樣好傷心，但你唔好識住，唔好識住睇埋落去。咁你譬如擲偶有冇咩條件咧？即係譬如中意點樣嘅男仔？我唔知道，因為我同我男朋友拍拖咧已經拍好多年，初戀男朋友就拍到依家，所以可以，我想其中一個擲偶條件應該是要接受到我啲好奇怪嘅興趣，例如即係會好多日唔洗頭啊，即係會好 enjoy 係當個頭好大陣味嘅時候，就揾啲身邊啲人去索下，睇下呢個程度係足唔足以一定要去洗頭又我就知誒唔會經常洗頭啦，因為女仔長頭髮啊嘛。但係會揾人索呢、這個真係我少聽喎。係咩？係啊。我覺得好正喎。你而家呢個狀態幾日啦？我為咗你，我特登尋晚洗咗頭。哦，係因為我聞都冇喎，冇問題。總之應該儲低俾你聞。下次你揾一日揾個最佳狀態過嚟，我哋再嚟一次。我個人好屎忽鬼嘅，可能有一段時期我會突然之間好中意掹毛啊，我就好中意見到一啲須去到某一個。可能兩 mm 嘅時候，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超級值得掹嘅狀態。係掹人哋嗰啲數。係啊，但係淨係男朋友定係見人就掹啊？男朋友咯，普通人邊度肯俾我掹啊？可能你要掹大班人排住隊俾你掹啊！係啊，唔信嗱嚇，睇到呢條片留言，有邊個可以自願報名排一條隊過嚟咁樣？嗱呢個我都好中意喎，但我中意掹自己咯。唔痛嘅咩？幾爽嘅，但我好想戒嘅，沉醉咗自己個世界噶嘛，你點講？好啦，咁我哋下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你咁貼地啊？呢條好難答喎。係，其實我都係佢問，我覺得都唔知點答，因為正常人應該係貼地嘅。我因為係啊，因為普通人做普通嘅嘢，你唔可以話佢係貼地啊。只不過可能某啲人就突然間會太離地咁樣，可能係咁。例如咧？例如我咯。你會點樣離地法啊？冇離地㗎，我成日呃同事錢㗎。呃咗幾多翻嚟啊？哇，呃咗好多喎。咁你今晚要請食飯喎？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其實我冇覺得自己做啲咩好特別嘅嘢嘅，但係當然，如果你可能有一啲行決定嘅時候，我都係有去諗過，有去驚過，但係有衡量過，覺得件事太重要，咁會先至會去做一啲行為之類咁樣咯。明白哇！你都答得好貼地，即係你冇乘機哦，係嘅，因為咧，我覺得點樣回饋呢個社會啦，答得好喎！即係佢呢個答案雖然冇答到，但係佢嘅行為又解釋咗點解咁貼地，非常好。因為貼地嘅人唔會嗰次貼地噶嘛，係咪先？係嘛？謙虛嘅人唔會嗰次謙虛咯。咁其實你又有拍劇啦，又有做主持啊咁樣，咁都唱過歌啦。其實有冇人？呢個做咩咁？做咩咁嘅嘢唱歌呢啲真係玩下嘅啫。冇事嘅，我都出過歌啊！我同你講。唔係啊，真係啊。不過我就
我係出嚟搞事嘅。但係你咁咁多樣嘢入邊，有冇話你自己最中意做啲咩咧？我自己做完咁耐主持之後，我真係發覺我係好中意做主持。拍劇其實我都會中意嘅，但係我覺得始終個機會少啲咧。咁我到依家都未係做到一個好好嘅、好專業嘅演員。咁所以我會希望可以有多啲機會去浸下咯。我個人係好，係啊，真係諗到咩就做就講咩，做啲咩。但如果是拍劇的話，可能要挑戰一些角色，我覺得是另外一件事了。是，如果有時光機，你最想回去幾時和做些什麼？我會最想回去人類的起源，人所說的大洪水時。哦，你想回去拯救他們？不是，我會很好奇到底人類是怎樣去衍生出來的，到底是不是外星人放我們下來而將我們製造出來，還是怎樣？我會很好奇這些東西。你不會很好奇的嗎？我會很好奇的，但可能我就不會浪費了這個時光機的機會去這些。可能我交給啲考古學家做他們的工作，他們有出糧的嘛。為什麼我做完那份，即我回來我說別人都不相信我嘛，我依然都是一個普通的肥仔，可能我攞嚟做翻啲其他嘢，我攞嚟買下股票啊，投資下，你就會將呢一次機會就去睇下人類嘅起源。有冇睇以前嗰啲高度文明啊？有，我有睇，我睇一個 YouTube channel 叫老高啊。哎呀，都有啊。就係、是，我就我諗你都係埋佢會員添啊。我希望可以拍多一集，然之後吸引佢可以揾我做嘉賓。我冇微小啊個願望。你回饋翻呢個社會啊！你掛翻俾老高嘅老回饋翻佢觀眾，我覺得好偉大呢樣嘢。我好同臭啊，個人我諗住投資，你竟然要翻人類起源，唔得我 cut 咗我要講我先。啊，如果時光機，我會翻去拯救亞馬遜個森林咯。哇！講完自己都頂唔順啦，所以呢個世界有報應啊，所以我斷咗只腳。啊，唔好講咁多，唔好講咁多傷天害理嘅嘢。仲會唔會拍三日兩夜？我想咧之後應該冇機會啦，因為我啱啱就離開咗公司啦。OK， 咁點解原因你唔講噶啦係嘛？原因就係因為即係公司都呢段時間可能少咗收入啦，咁然之後都需要去減少一啲支出嘅，咁我就係屬於俾人減少咗支出嗰、那個。咁唔緊要啦，其實都可以喺出面其他地方發展嘅。你哋快啲揾我拍嘢啦，我要轉行做 KOL 啊！已經揾咗你拍嘢啦，拍緊㗎啦。係喎、哦。跟住又拍埋《科學次方》，唔知係好事定壞事，但係一個新嘅嘗試咯。都係嘅，同埋我覺得即係拍下日常生活嗰啲好好好玩。睇中唔中意拍咯，我就覺得幾攰嘅。最慘就係你要自己 set 機，你要自己做曬所有嘢，收音啊、後期啊、剪接啊。我試過拍一啲關於旅行嘅 vlog 咁樣咧，其實我開頭哇覺得好正喎，即係有時睇嗰啲拍旅遊 vlog 嗰啲 YouTuber 啦，我覺得好正喎，又有得去旅行，跟住又拍片，跟住又賺埋錢咁樣。咁後屘自己試過咧，其實原來係唔係嘅。你 enjoy 唔到個過程嘅，因為你好多嘢，其實你係做緊嘢噶嘛，即係你要不停同觀眾講你發生緊咩事啊，你要做多資料搜集咁樣咧。而家覺得還好，即係如果你同朋友去咧，就好尷尬，因為大家佢都係俾咗錢買機票、book 酒店，跟住一齊食嘢嘅時候，佢因為你，喂，等陣你唔好食住啊，我拍一拍，喂，未得你唔好食住啊 ，OK， 得啦，行啲咁樣，跟住你講嘢嘅時候，佢要喺隔離，唔知，即係佢好似佢同咗個咩人去旅行咧，所以我就後屘我就比較少拍，除非我同翻啲。都是拍片，所以你嚟緊都會考慮開 YouTube channel 啊？嚟緊我都會考慮嘅。咁睇呢條已經接咗少少其他嘅劇。哦，係啊，咁我哋可以期待一下大家。我希望啦，我努力啊，你幾時開定先啦？哦，咁我開咗個名先係嘛？係啦，你開定先，大家可以 subscribe 咗佢先咁樣。有個阿 Jing 啊，阿 Jing 佢都開咗好耐，都係得一條片啫嘛。都是這樣，很簡單的，等人家 subscribe 了你才知道就有影片了，是不是？好。OK， 大家可以記得 subscribe 和期待你接下來的劇，可能在未來裡面都會出現，播過廚房啊，或者其他片樣。找我啊，我這麼有空。把廣告商啊那些全部監製可以考慮啊，可以找我啊。隨時 ready 啊。可以找我，有些什麼不用動的呢，坐在那裡那些我都 OK 的。或者坐輪椅的我都 OK 的，其實我可以做推那個。可以拍了已經。淪落人意，我都淪落人意，正想講，係嘛？我哋年青版嘅呢個。
你講出嚟尷唔尷尬有，所以我即刻用笑嚟。呢個就是我哋嘅魔術師平時揾嘅，就是、派出嚟嘅方法。你真係睇唔到，你肯定你冇呃我。